邱女士你好，非常感谢那个今天能够认识你，能够这个看到您所带来的这些作品。我想简单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这次对参加加拿大第四届国际文化艺术节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是第一次过来嘛，然后呢，看到这个艺术氛围非常的好。然后呢，也希望呢，就是把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吧，然后呢，传播到咱们这个多伦多，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呢认识中国的传统工艺，喜欢上呢咱们这个叫什么传统工艺这些作品吧。好的。您这些作品的话，您是最中意的是哪一件作品？因为就是我代表的是熊洪涛这个大师过来的嘛。Okay. 因为呢，他现在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然后呢，他这个作品呢，就是今年这件作品，就是银胎掐银丝的这件万花锦地龙纹瓶，然后呢是今年就是特意为龙年来创作的嘛。然后呢，他的用的这个全部的釉料都是一些这个半宝石的矿物质粉末来做成的。然后呢，掐丝呢也是非常的细腻的，和咱们传统的这个铜胎掐丝锦菜兰呢有很大的区别。无论呢是从颜色呀，还是这个釉料的打磨上呀，都是就是有些创新呀，然后看上去的非常的亮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我希望有一天能够亲自跟这个熊大师一起，了解一下有关这个珐琅彩啊、掐丝这方面一些的工艺。非常感谢，好谢谢。好好好好